这是罗斯福路，靠近和平东路的一个小小街景，看到很多的树，然后看到一个日式的建筑，看到后面呢有有一个青颓的日式建筑，那后面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树。那前面是绿化的小路，啊，这边有一个，又是郝龙斌的台北好好看系列，美丽的力量，简易绿化工程。主要想照的是这个日式的房子的青颓跟上面的建筑，是不是像要照上面的大树。这个树长得好像森林一样了。从这个角度上再看一下。其实很难想象，如果这个可以变成一个公园的话，这树，你看这个树的这个密度。不知道是哪一个单位的这个。如果可以建成一个邻里的小公园，该是多么棒的事情。可惜啊，政府就是要把它一块块的卖掉，然后把树砍掉，这就是我们郝龙斌做的事情。砍树市长哦，郝龙斌，你看得到树对台湾的、对台北市的可贵吗？